我们坐到了小叮当专车，现在在哪里？在小叮当世界。哆啦 A 梦 and Friends。我们到在香港机场，要坐香港的机场快线去香港。香港到了，香港站到了，香港站到了。我们现在坐完机场快线，要去我们的 hotel check in。那戏很多哎，这边有哆啦 A 梦，沿线寻找哆啦 A 梦的踪影。我们刚刚坐车就是坐哆啦 A 梦。我们今天住文华东方酒店。那文华东方跟东方文华到底是不是同一个呢？他刚刚送了我们小礼品，等一下上去再开。因为我们是新会员，新用户。这边就是有一点年代感。它的天花板好矮哦！天哪，我好像就碰得到哎。我们这次订了稍微比较大一点的房间，因为有一股浓浓的牛排味。你有没有闻到？真的吗？到了。越来越哦，很大哦。真的好 old school， 连里面的味道都是一股 old school 的味道。都是一股年代感味。你看他已经帮我们铺好了，因为我们比较晚入住嘛。看一下外面好，我们是城市景观套房，然后这个的天花板真的挺低的。哇，看到对面的上班族啊。看他们香港人有多认真。这个真的是完全要拉窗帘的，因为super 近，就是隔一条路，大家看到了吗？然后对面的人加班都看得到我们，尴尬。认真一点，我们在监督。看那里有永春，我们来到香港吃川菜，敬请期待。它有很多这种二楼的天桥，很方便，因为这不用淋雨。好，我们到了这个熊猫饭店 Panda Hotel。现在要去见老王，你可能多久没见他了？5-6年。哦，哇，好多人。生意很好哎，我的天哪！但是为什么不开冷气呢？超多人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是旅行团吗？到了。Hello. 吃饭。